倒点米饭。按你的量去香菇。开始烧锅。加点泡水，切点柚子、挠豆角。张丹娜了，过来找了吧。豆角子。锅里倒点油，温油，肉菜爆锅。花椒面。葱姜大料、酱油、蚝油、土豆干、水、米浆、盐、鸡精、老抽、豆角子、五花肉。蒸半小时，好了，出锅。哇，看多好！嗯，这王八。嗯，真好吃，面糊。全豆。嗯，我还是吃的豆。这样我给做饺子吃吧。嗯。这都炒整锅好，一点不脆。不花生不炒，自然不脆。你给它酱上，都搅往里搁，就不脆是吧？嗯。吃豆角，我就吃这骨头豆，那样好吃。嗯。都该梗住的是吧？就是梗着劲儿呢，真梗住啊！再来点米上，这豆角、土豆干，这点按饭没米的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再冒个牛奶，喝都喝这米的，挺好喝的。